哈拉昆仑卫视，你们好，我们是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，在中国空间站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敬礼。走向离家最远的地方，我站在离天最近的地方，路再长也走不出妈妈的目光，一年一年，我用家乡的春色染绿了边界。这画的漂亮，这么壮，离天最近，对，也是离中央空间站对最近的，对，嗯，非常感谢你啊，画的挺像，挺像的。哈拉昆仑的战友们，你们好！你们从海拔5320米高原送来的特殊礼物，珍贵礼物，我们已经收到。我代表航天大队向你们表示感谢，并致以崇高的敬意。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。我们的岗位不同，却有着相同的使命，那就是要守卫好我们的国，守护好我们的家。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祝愿边防哨所的战友们，祝福全军的战友们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。航天艺术们，你们好，我就是这幅画对作者哈鲁克。这块石头也是我在喀拉昆仑山捡的，觉得特别有意义，画了画送给你们。虽然我们秧歌万里，但确实对敬敌人。希望这幅特殊的礼物能表达我们高原钢笔最真诚的祝福。我们在喀拉昆仑山和所有人为你们祝福，希望你们能顺利完成任务，平安返回地球。在遥远的太空收到了你们的礼物，我们非常高兴。哈鲁克的话精美传神，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回到地球后仔细的看一看。还有雷锋饱含深情的信，每次读起来都十分感动。你们在地球追寻着我们的身影，我们在太空注视着祖国壮美的山河。我们现在正飞越祖国神州大地，虽然我看不到你，但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。新春佳节就要到了，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坚守在各自岗位上，正是无数平凡的坚守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。此刻，我们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太空，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，祝福各民族群众新春快乐。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。